Hello， 我是志玲。那我觉得身为公众人物，从社会上得到了非常多。那当你获得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必须去给予。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。那当你遇到所谓的受助者，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其实生活在他的眼中，他们其实拥有一种很简单的快乐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纯真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收起也需要滴下来的一滴眼泪，然后也许特别感性的一种心境，因为他们是快乐的。那我们要给他的是让他的快乐加倍，更加的丰富。如果我们相处一天，我希望给到他最阳光的一天，让他记得志玲姐姐的微笑，给他一个不一样的 ticket， 让他